文，这是钟馗。他头发，他拔到完了，拔光了。我想请问这位兄弟哦，他用什么洗发水？有鬼！有鬼！哎呀！你作弊 ！Hello， 好了，你是常出现在唐一的吗？$50。不给迪妈布拉扎在6月25号会举办一个 talent show 哦，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才艺呢，可以马上报名哦。来吧，上课了，之武林大会。今天很开心的他们请我这个肥猪哥哥，不，是还珠哥哥来主持这么大的盛会。那今天到底有哪位大侠来上我们的节目呢？我这是自由身份的，放我去！哦，我去！我去！来！那您是？在下杨波。那这位应该就是小龙女了。不是，我是独孤九剑王谢幕了。哦，那这位应该就是神雕了。也不是吗？不是，我是鼎鼎大名的还珠格格。啊，没听过。喂，你们很弱啦。咱们来欢迎他们进场。等一下，什么事？很多大侠。对，真的是大侠吗？还是大虾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顶尖大侠要坐回自己的文位的，好，来。没有位置啊，武林公主的宝座吗？是的。那你们准备好迎接我们的。这个肥猪哥哥也太肥了。来，掌声欢迎我们第一位大侠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想看杨过怎么拍手的。说过了，要成为大侠，怎么可以变成这副德性呢？你一定要英俊潇洒，拿一把剑。谁说大侠是要英俊潇洒的啊？那请问一下，这个包青天有什么能力呢？捉鬼降妖的天师钟馗。哎，来，我们欢迎我们下一位。哎呦，是哪来的和尚呢？哇，干嘛了？哇，还带鸡腿来？没有啊，最近亲戚不是很景气，把邻居的鸡杀来试一下，买不起菜。做武林高人，我也要练一下的。哦，我懂他是谁了。健身教练？不是，他是捉蛇的。每天跟白蛇斗，偶尔补一下能量啊。阿弥陀佛，你好厉害！这个名字应该取错了，他头发，他拔到完了，拔光了。我想请问这位兄弟哦，他用什么洗发水？法海，我看你要改变一下形象了，可能你有这样的形象哦，那个白蛇就很快被你抓到了。哦，所以他也是驱魔人，武林大会来的都是鬼啊、神之类的。原来你请一个驱魔人跟一个驱鬼人，为了驱这个中间的那一次。等一下，讲话累，作弊。Hello， 好了，什么事？哎，我先帮大家确认一样东西哦，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很想知道。真的？是真的，泰国做的。泰国做的，没事，是真的。请问您是何仙姑？
硕士这边，我一个仙女，你们对我友好一点啊！我代表吕洞宾把你给干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和仙女，你是常出现在唐一的吗？$50。对对对，我记得我在唐一经过的时候，我曾经看过他。是吗？真的吗？还是你经常去？哎。应该做的那两个就去掉这一个，我们两个就去掉那一个 ，OK？ 我去不掉， okay, 我们两个就干掉那个 ，OK？ 来，好 ，OK？ 那能不能干掉我们是不要紧的，我们下个礼拜才看你们的才艺还有功力到哪里。哎，不给迪玛布拉扎在6月25号会举办一个 talent show 哦，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才艺呢，可以马上报名哦，不要忘记了6月25号。来，哎，我还跟房间哦借了一样东西嘞。这个叫 headphone 啊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拍 VP。哎，要在前面。我冒很大，顶到人了，大侠的路你都敢顶？哎，你不要吵，不要吵。小心你这个档哦。来，啊，你们准备好哦，看到自己就看到哦，你们看到自己吗？好笑。哎，我的手太短了，来，您的帽子太高了，那我就蹲下。完全看不到。看到了没有？来，我们一起啊！1、2、3 ，Say Weezy！ 各位朋友，你们记得下个礼拜来收看我们这个《来吧上课了之武林大会》哦。你们完了！啊，肯定是真的，不是玩的。不需要。哦，哎，你们到底有什么武功啊？